本女星枯北真希正式宣布退出演艺圈。2月28日，她通过经纪公司发表亲笔信，亲口证实要退出演艺圈。声明中表示，因为已经为人母，希望能将心思放在家庭上。和老公讨论过后，也尊重她的决定。工作人员及公司同样给予支持。出道14年的演艺生涯正式画上句点。枯北真希2015年闪嫁大12岁男星山本耕史，2016年12月产下宝宝，鲜少在镜头前亮相。为了家庭，枯北真希毅然决然结束14年的演艺生涯。让许多粉丝相当不舍。事实上，先前多次传出他要隐退的消息，但都未获证实。据悉，两人事前没有交往就修成正果，带给粉丝超大冲击。加上婚后减少演出，连广告都不再续约了。由于工作量大幅减少，才传出他决定索性退出演艺圈的消息。